下，绕一圈。我们先走到那个 B 层，你有看到 B 层吗？就靠一点点内陆的那个层。B 开头。哦，有有有，那我们在哪？我们现在在那个 N 层的上面一点点。好，我知道怎么走了，是吧？我大概也知道。其实吃罐头好像会补充水分，补充水分还有什么健康值？等一下，我们先从这边切好了，这样比较快。你等一下要往左边走。我已经看到房子了，只是很远。好远。我怎么一直听到僵尸声呢？有听到吗？哎，为什么左边那边也有房子啊？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。我确定是这个方向。左边有房子，没错啊。没错、啊、，B 层不是那边嘛，对不对？变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再看一次好了，以防万一。对对对，左边有房子。哦，对对对，没错啊，我们直接走路好了。东南。啊，你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哎、欸，你不见了，还是？哎、欸。有一条路。哎、欸，路嘞！哎、欸，路怎么不见了？还在吗？刚有吗？刚有路啊！哎、欸，怎么不见了？我跑了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地图。在听到左边房子那边了。所以是要往北边走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有那个指南针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北边走，北边是这里，这个方向，这里。好诶、欸，这里，对啊，是看直接看房子走好了，不用看路。对，那边房子没错。我觉得第一人称玩感觉差好多、哦，有些是不是就会锁那个视角？第三人称，第一人称啊，会锁第一人称。为什么？就只能用第一人称玩，比较公平吧？我不知道，可能因为第三人称你会看到角色的后面吧。看一下，在那边吗？快到了，这里。应该吧，偏一点点就会越偏越远。好，我用慢跑的好了。你
你知道可以边走边整理包包吗？答案。超方便的。到到到到。搜刮物资。你去左边那一栋，我去右边的。这有多少房？你就挑着找，不用每间都找。没东西。哎哎哎！快点，僵尸！哦，两只。哎，你那边也有哎。哎，奇怪，我这是快跑吗？为什么感觉没有很快？这可以进去吗？可以耶，看一下。僵尸穿墙好恐怖哦！哎，没东西耶，出去吧。我们要逛哪里呀？好大啊！我觉得我们一起好了，不然会不会迷路啊？定位呀，这也太大了吧！我们一起走好了。不能进去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还在追啊。有东西，没东西，出去吧。哎、欸，这门可以开，哎、欸，可以开耶，哎、欸，这有后门哎，哎、欸，还在追、欸，真的。我们直接跑远一点的地方好了，我怕他穿墙进来。这种反方向，你、欸、跑的速度好快哦、喔，还是我手拿斧头的关系？对啊，真的哎，差好多哦。右方有一，我们要去，我是不是要再看一下地图？别走，小心小心！背夫，好，上坡好难上去哦。突然变好快，多枪。进去吗？进去绕一圈好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这个楼梯可以上去。那个叫什么灭火器？灭火器有什么用吗？灭火器，看一下，灭火器六个哎、欸，好占空间哦、喔。斧头哎、欸，斧头斧头，我拿到斧头了，太棒了！哎、欸，小心你旁边两只，你有捡起来吗？捡了，我捡了。好好好，走吧走吧，太棒了，有收获。好，跟在你后面。等一下，夫，我们要走哪？哎、欸，你觉得我现在，我不要，我觉得我不要跳桌面好了，有点危险。我们先往下好了，下坡感觉好快啊、喔！
太快了吧！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看看。哎、欸、呀，有跟上来吗？他们？下来了。我想看地图啊。好，我看地图啊，你帮我顾。我们现在在……哎、欸，哦，我知道我们前面刚刚有是一只在跑。我远跑过来，你小心啊！目测10秒钟后会到。好，我知道走哪了。走，我们去购物中心。Go。有一个大卖场，我们去大卖场。前面这边到了。根本就便利商店嘛！有东西吗？哎、欸，又有一个灭火器。哎、欸，好多哦，是什九么？八九九八哦，好多哦！3.57厘米的子弹，我不要拿那个什么灭火器，好烂的感觉啊！六包可以装吗？什么东西？急救包不行，可是它可以整个放到包包里面。那我要怎么使用它？放在丢到地上开啊？对啊，这又有一个书写的东西嘞，我把它拿起来好了。我把里面的两个需要用的东西拿起来。好多好多东西啊，这间有杂物。好地方。原来有石头还可以干嘛？打火吗？石头，有石头可以捡。你、欸、真罐的是头石头哎、欸！石头可以干嘛？哎、欸，有可乐，还有罐头。哎、欸，太多东西了吧！对啊，我刚刚都看到一堆东西啊。还有隔壁间吗？我去隔壁间看。你都拿了吗？对不对？那 啊，我先观看有没有这样。罐头跟汽水你有拿吗？有有有。绳子，哎、欸，这边真的很棒哎、欸，又有可乐、哦，好多哦。觉得这个不要好。拿不起加东包包，西，手电筒应该留一个就够了吧？留一个就够了、啊。然后把电池吧。好像可以拔电池。啊，我肚子饿了。过来，手电筒，嗯。可乐拿不起来，我重进伺服器好了。哎、欸，僵尸声好大声哦！哦，可乐拿起来了，yes，太棒了。隔壁，哦，好模糊哦，我的视线。一堆灭火器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垃圾桶上面有灭火器。我看一下还有哪里值得去哦。旁边有一家大医院，我们去大医院看好了。这边看起吗？来是普通医院的2倍大。看一下怎么去哦，走外面那条路哦，会走了，来吧，你在哪里？有啊，等一下。走商店的正门口，所以我们要进去。
顺便检查一下东西有没有全部捡到。诶，香蕉。那个是坏掉了，坏掉了。这上架子上面的都拿，哦，都拿了，好，是吧？在，我看一下哦，正门的岔路这里。哦，这家好大哦。哇，左边吗？对，左边。哇，这才叫医院吗？医院会卖饮料啊？也有啦。哎，这是哎，猪血袋，长怎样？绷带，你要吗？我给你。看一下哦，盐水袋那个是打点滴的。好，你再帮我打一次，我给你那个，我丢一个制作的东西给你。咋了？我掉到地上了，要等一下。怎么制作啊？好像是你捡起来，然后我刚丢了那个点右键，然后 create。不行，只要你有那个盐水点滴的话，他说 bag，我是袋子这个我看一下。哎，是哦，什么 saline。blood？哦，对啊，那个没错啊，可以啊。跟我右键没反应了，我两个，有酒精呢。我两个右键都没反应了，是哦，不然你丢给我，我试试看。说不定要材料。好累个，捡不起来。丢两个了。好，等一下吧。有。这个，对啊，没错啊，是这个啊。怎么没有办法捡？僵尸进来了，哪里哪里？我看到了，解决吗？解决好了，最后一只。可以。他一直穿墙，那这招啦，呀 我怕打到你，啊！我好像打到你了。哦不！没有吧？你在喷血了。没反应啊！对，我被打你到刚突了。然瞬移到我面前。好，赶快爆炸！我完全看不到因为我刚一瞬间就僵尸倒了，然后我也喷血了。你丢的东西掉了，太久了吧？那个，不，什么声音那么大声？外面有一只哎。又流血了，对啊，我也不能做奇怪，还是说这个物品的损害程度太高了？把我重复的东西丢掉好了，不然太多了。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酒精，等一下，你刚有被僵尸咬到吗？我应该没有。你的画面是黑彩色的吗？对。哦，那就好。过来了，我吃东西没反应。有听到吃东西的声音吗？我生病了啦，就是被咬了。我 sick 了，赶快消毒，再消毒一次。
你有维他命吗？要，我丢给你。好快哦，马上要掉到地上了。有锁连长啊，没电死的。因为他们点不起来。哇，有人，吃吃。这是什么？高级空气，合力，觐见。你看有没有什么 water 电？table。你看有没有什么那个电击器之类的？如果等下昏倒，你就可以把我救起来。我捡到一个水什么？水壶吗带啊。？Water bottle。Water purification for tape。啊，你捡到了吗？剪刀我丢给你了，黄金吗？人没嘞？有，我们先搜索完好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你在外面，你在这里。我靠你了！电不要走。话。你要丢吗？什么声音？哦，这是净水剂，可是现在没有用，因为现在没有拿到水壶，所以这东西没用。而且我们都直接喝磅礴的水啊，不知道这个干嘛的。就到荒郊野外是吧？又一个净水袋。什么东西吗？上面很大，太大了吧！这门都可以开吗？哦，不行。这这上面，是问一下，哦，这个很好用。这个是我看一下，这个好像救命用的，我觉得我要死了。你吃吧。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，这是治愈感染的抗生素。也就是神器，赶 快吃！我身上道具好多哦，一些不要用的东西，看你要不要捡。灯啊，还有什么锯子？句子我来，位置好像有。你还有几个？我只剩四个可以装东西。六个而已。把五丢掉了，斧头会坏吗？我还没碰到坏过欸，好像都还是可以用。RUINED 什么意思？我查一下。破败，破败可以用吗？看一下，还是可以砍的，应该没差吧？我没吓到有我，为什么有人？啊。王斧头，地上那罐头吗？你丢了吗？啊，吃完的，吃完的不会自动消失啊，好奇怪但是出。顶了，铁屋顶条，会有洞。小心不要掉下去哦，跟你讲，掉下去直接死啊！这是
清洁剂，自杀用的，是啊，可以喝啊。好像还有一层可以上去，对不对？下面有东西吗？好像有哎，上去看一下。为什么人物一直发出声音呢？感觉要死了。可以站那边看着风景。只要有枪的话，就可以站在这边射。呵呵看一下哦，都是僵尸。有一个僵尸在跑步在追谁啊？我也很难讲，因为他很远。看一下，是我的人在叫吗？你小心点。对啊，你有看到僵尸一直往我们这边这一栋跑来吗？你要小心呢、欸。有哎、欸、有，哎、欸、人嘞、欸、有人嘞、欸，哪里？下面有人，下面有一个人，我没他看走到。上了，他爬上来了，怎么办？爬到哪里？背到25个背包，他跑到哪里？他跑了，他跑了，他跑到哪里？我们下去吧，下去。没有啊，他才刚走，走又不见了。那个吧，哦，没有啦，路口都在这儿。他哦爬下去了，哦，快点我快点，差点掉下去，走，下去吗？还是要爬的，下去好了。去！刚一堆僵尸往这边走，我们要杀他还是要怎样？先杀杀他，他可能在躲我们。好，先跟他打招呼，然后再杀。跑上来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嗨。太多了。我们要去楼上楼下啦，先出去，没有了，先出去了。好危险啊！他嘞，他嘞，他还在里面。张嘴跳怎么惹那么多只来啦？来。他嘞，我们要守着医院，不要让他跑。哦，肚子好饿哦，我要吃点东西。好累个哦，你突然该还在里面闪一吧？下，我们观察一下附近。他那个僵尸跳往你身上跳，太恐怖了吧！喂。我要吃东西，好饿。解决。把它解决掉好了，我不要靠近，不然我怕被你打到。就是啊，那么容易啊？斧头很强啊。好像跑了，为什么僵尸都出来了？对啊，应该是跑了。我们看僵尸往哪个方向，就知道他去哪里。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，他应该到里面，在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过去。后面怎么突然多那么多只？你被咬了，你被咬了！等一下，我停住了。我昏倒了。怎么办？我的人看起来是躺在地上吗？那我看一下哦。你把僵尸杀死，然后把我身上东西捡起来好了，把重要的东西，除非救得活我，不然的话我就直接重生。救不了。好，那我重生好了。那我先剪。